来吧，阳光男孩。这把来个反野流，不摆盒子了。直接 Q 上去做眼。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走啊，碾碎他们。这么用啊？嗯？两级过来干他，我只要随便掉点血，我们捅三刀，他低血量一个 E 他就死了。全军出击！我们走吧。感觉还是得给惩。得上篮去掏他。这沙口打得比环子要慢。这人有意识的，还是他哪里有一眼看到我呢？应该第一波交惩的就能逮到他，打的速度还是不太行。这波一定要把他红抢。打完了这么快，这小子升三级，摆个盒子没孤立，黏住他，这一下，他生气了，飞镖 QA， 他失去理智了，他前两波处理的还挺冷静的。他被我抢两只野，他有点不开心了。他这强攻A一下这么高啊，当然这我在笑。我们刷个三组野，上路就升六了。狗熊有大可以越塔的，先提升一下等级来，不能一直抓人，抓完人的话得刷刷野。
大招清线，这么果断。buff 粘住，你还要还不走？这盒子没生效，生效他死了。他在控温想秒我们，他真的秒我们，先别急，等狗熊升六来。看他这他叫不叫螳螂？螳螂不在，那他死了，他不可能还有眼，太过破了。别大招！看到这螳螂在下就不用犹豫了。这蓝宝这英雄没闪还是好军训的。还是得打架抓人反野。可以，这狗熊配合的蛮积极的，可以多来。Crazy， 这拉克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一个远程八分钟不到，塔皮快拆完了。我打的是卡牌娜，没死了，这不抢个红升个六了。他这英雄推塔不快的。没抓拉克斯，人呢？偷先锋去了，红不打，打了 F6。这边留个盒子。可以啊，这血会开的。再杀一下蓝宝，算时间该到了，还没来。有大有点蓝，有强攻可以越。啊，大蓝塔失效了，还会打我？没事，我有分身。五盒子加点蓝，把分身拉回来，把他宰了。五盒的一疗程，哇，超薄！他有盾在，别过去，他一个鱼叉我们就死了。先拿盒子破他骸骨，
Hello。妈的，这个骸骨加护盾，夸张的一。他刚才还没盾在呢。摆个盒子，会下吗？会下了，那我走了。老实了，直接不要了。对象是你哟。切屏幕。蓝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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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留眼嘛。他要偷龙，可以抓一下。这卡牌双招全给了，这狗熊可以去宰他。他刚才不是在打吗？我还看他动了一下，他进草，他死了。来，有请女兵一位。队友不能过来，看他过来就给他吓到了。这把可能需要个蓝青羽，这小丑杀人伤害很勉强，不要让奶妈把血抬起来。懒得等，有时候老是会开眼很慢。
奶妈一直在加。夸张，这个回血，他回血加个开个盾，瞬间点不死。这个回血有点离谱。攻速还吧，所以待会有机会先给奶妈杀了。他给这个兰博这波团起码加了3000点血。挺有大的，整个重弄。这螳螂跟他会 W 这个草，这草里面应该是没眼。快乐恶选一，选对也没用。20秒。我想一想。算了，有奶吗？奶妈寒冰一起走的，有这奶妈在，我们最多只能 A 两刀，两刀加个 E 就得给 对面秒，不然他就加血加上。这奶妈做掉，再开啊，再说吧。
小叶飞刀。好像是可以一波的。好像又不能一波了，因为队友不想点，现在时间不够了。那走吧，跟他一起直接点掉了。别分身先自爆，再丢个盒子飞刀来一个。他这种 AOE 伤害的一定分身先炸的，分身多掉个一半的血。跟队友站一起没孤立。把分身拉左边，让他们以为我真身在左边，这样的话我们右边偷人他们就反应不过来，他就会下意识以为左边的是真的。提线木偶，这波真身一定要先让他们看到在哪儿。